金丝雀笼高在33厘米左右，直径20厘米。养这种鸟一般用圆形或方形的，一个笼子里只能养一只。笼子里要放一个鸟巢，形状成碗形，直径在12厘米左右，同时还需要石碗、水草等。笼子底部还要放上脱粪盘，这样方便清理垃圾。平时主要喂食玉米面、小米以及黄豆面等，换羽期需要在饵料里拌鸡蛋。